我的沉溺是不是我记性越来越差呢？每次见完我很快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，所以我这排都有抹翻底。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，昨晚你的样子变了另一个人。你说你叫阿水，不过我真的是你来的，虽然你的样子已经不是你本身的样子。你明不明白？早晨，早晨，早，早晨。喂，他趁我不在那阵上来摆下一堆东西在玻璃柜最低的格，写下一张纸话给你的。有部肉桂狗收音机，有些书，有几包猪肉干咁咯。你想上嚟攞定系我 call 车送俾你啊？讲唔够三句个闹钟就响。我试过瞓翻嘅，但我闹极都闹唔到。个校巴好大，有三个课室咁大。我哋约好咗一齐会喺总站一齐落车。个总站喺元朗，但系大概去到荃湾咯。我先发现原来你已经不在车上了。这几晚我都没睡，因为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至少不是这种方式了。拜拜了，保重。